我们这边的最新一元包终于到货了，咱们赶紧去看看在哪儿呢，在哪儿呢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这边没看见呀。诶，这个德凯封面的32弹，其实31弹的封面呢也有德凯，他只是把德凯后面这两个给换掉了呀。对了，听别人说这个最新版的一元这里面是可以中 WCR 卡的，那今天的话咱们就少买一点吧，就买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10个，也不知道这10盒里面我能拆出多少张 WCR 卡呢，但是呢我更想要的是这里面的最新南极 P 卡呀。那咱们现在就去付钱回家去拆卡包喽。 2 hours later， 现在我问大家了，10盒呢太多了，咱们今天的话就先拆2盒吧，不知道这2盒能不能中到 WCR 卡呢。其实呢我是对 WCR 卡不是很感冒啊，因为之前在那种闪焰链里面也是能中 WCR 卡的，我更想要的是最新的南极 P。 先来第一盒，哇哦，这个封面也是挺好看的呀，德凯的，直接开拆吧。第一包 SR 的，拆一元包又要当 SR 复读机了呀。 SR， 那咱们就快速一点， SR 很满， S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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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R， 按照之前好卡的排列方式的话，应该是一列有一张好卡的。哇，中了一张戈尔巴育儿白金，但有些时候呢排列也是乱的。这一包 SR， 这一包呢 SR， 我只是个复读机 SR， 复读机 SR， 这一包 SR， 最右边这一列拆完了，中间 SR， 快，现在评论区给我打出来 SR， 好吧，跟我一起复读吧。 SR 中了一张 SSR 的布鲁旋风形态。 SR 看来这分布还是挺均匀的嘛，一列一张满星呀。现在最左边 SR， 看一下会是 GP 卡还是 WCR 卡呢？看一下 SR 的 SR 啊，中了一张 UR 的格罗布白金呀。哎，这没戏了呀，哎，还是全部拆完吧，看来出师不利呀。 SR 有没有小伙伴想和我一起来拆的呀？这太难拆了呀。 SR 咱们直接上一盒吧。其实相比这个一元包的话，我更喜欢拆的是两元包，一盒里面那么多张好卡，是不是？这一元包一盒3张好卡，我的天哪，这 我不当复读机谁当复读机啊，是不是？ SR，看看这一包呢 SR 手都要给我拆肿了。 SR， 哎，中了一张欧布的爆炎形态蓝 GP， 可以，看来上天对我还是挺不错的嘛。我本来以为这两盒都能不能拆出蓝 GP 了的，没想到中了呀。看一下 SR 的，这个小伙伴们，这个一元包的话，一盒是有机会中一张南极币和一张 WCR 的吗？有没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评论哦。还是说中了 WCR 卡就不能中南极币了，中了南极币了就不能中 WCR 卡了？咱们也是把它全部拆掉吧。 SR 的 SR 我把这一盒全部拆完，也验证出了南极币以后到底能不能出 WCR 卡。本来我是可以不拆了的呀，因为已经中了蓝 GP 了。 SR 中了一张 UR 的暴露萨新人白金。 SR
SR 还有最后一张，会不会是 WCR 卡呢？ SR 我的天哪，我这复读机当的，哎呦，中了一张 SSR 的罗索月水形态。那这里呢还剩呢五包，哎呀全部拆掉了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全是 SR 的。 SR 一盒一元包呢是能中三张满星的，今天呢拆了两盒中了六张，然后呢只中了一张南极 P 啊，欧布的 W12 卡呢是没能够拆出来呀。那没关系啊，今天我去买了十盒，今天拆了两盒还有八盒呢，总能拆出一张 W12 卡吧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视频别忘给我点个关注再教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